不是他卤了咱开始。好好，上完面以后前后八平，拆开机器千万不要下手。好，这个啊，然后开关，这个位置。面露头以后我用弹一下，然后依次往这组引面，这样把手闪开，依次引过来，往这倒的啊，依次引过来，过后就调这道滚轮，做一下相应的调整就完了。咋卤的？前边串，前边转。